你知道练功习武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在九龙城这个三不管的地方，鱼龙混杂，拳头是唯一的规则。你师父迟早是我们老板的最大阻碍，你们死了生意才更好做。叶师父，这个郑德龙丧尽天良，拖害通报。站住！你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。我叶老虽一介武夫，但不能袖手旁观。在下叶问。哦，不怕死的来闯关。英国人占我国土，欺我同胞，我要替所有被囚困在这里的人讨回一个公道。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练功习武是让自己有一天有能力和勇气捍卫自己的国家同胞。